大家好，我是阿海。昨天我们到伯乐来了，顺便也买一点这个拖拉机的零件。换了几个证了？六，四个，应该四个证了，四个啊、哦。这是第六个了。第六个，两个证，这个这个。这个老板是真便宜，不能便宜了，就掉到底了。我们说实话，在那边是八十。这没事，你想拿八十就拿八十，我们这个价格就这个价位了。这个合适。啊，是你卖的有点便宜了。我跟你说，为啥卖的便宜了啊？这个东西伯乐这边这款东西它用的少，一粒。他们用啥？他们自己用的钢板自己做。哎，对，钢板做的有。做好的，酿的有没有？我们没有。做好了，就是往。所以我这些东西都是在赔钱卖。然后我们现在找，我还有几十个了。找到你这儿原因是啊，我们就找这个熟铁，找做好那种，我们那边有卖的。哎，你们伊犁哪算卖账打包机赔点多呢？伊犁哪里都多，哪里都多。哦，我华德机子啊，我不是华德来着，我玉龙机子在这儿买不上赔钱。哇，我都一般都是乌鲁木齐发，我那个乌鲁木齐那个发价。你是用粉碎的吗？捡漆的。粉碎的。单粉双粉。双粉。哇，头大，也不大。如果给以前的话。你这个大针这样打的话，肯定受不了了，啊！这个是得多少钱嘛？就没能挣多少钱？打几个大针？哎，嗯，应该刚刚好，刚好了，是是不是？小南昨天给我们不是在那个菜里面红啊，当水果吃，你让？不要，还有哦，还有个比来他们这个。他们这边的特产，金河的枸杞，是他们家的，他们家的，是他们家的，他们自家种的啊。还有这个，你看，小西红柿，这也是他们家种的，他们家种的啊，装了这么多，你看上面都有土嘛。嗯，好吃吧？翻翻的，嗯，挺好的。对呀。这修的怎么样了？装不上，看不，咱大了，咋了、啊？大了，这个也大了，前面的后脖子后面也大了，装不进去，装不进去，是不是有漆的原因？不是有漆，有漆装的那些，装的有多少？哎，最起码有半个毫米，半个毫米啊。啊倒的时候倒大了吗？做的多大了吗？五个毫米吧，半个毫米啊，五个毫米吧，五个毫米，嗯，一公分啊，差不多。这个后面现在大了，这个、后面大了，这个眼子上上螺丝轴上明显的大了嘛。刚我那个用那个旧的针比了一下，这个大那么多。现在用磨光就磨了嘛，咋弄？抛光了的，还装不上是吧？装不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海。现在怎么说呢？现在这个造这个零件的这个厂家太多了，就是东西也越来越假了。这个不用过这个零件的人不知道，用过的人可能大家都知道。就像这个大针，我们买的最便宜的是七十块钱吧，好像。我操，七十五吗？七十是一个大针最便宜的。你知道，一个大针是一百块钱，人家说是好的。有时候我们过去买的时候，人家说是原厂的，现在我们只能手工加工一下，没办法。现在这没有电，我们的角磨机也没有电，如果有角磨机的话，这活一号就干掉了。铁棒都能，哎呦呦呦呦，铁棒都能磨成针了，你这个慢慢来，不要急，平平的。要垫点血了，是不是？往后那个前面都不用磨，就磨后面那一块，那一块。对，这点是吧？那点可以进。这点进去，这个地方。现在磨的差不多了，装一下试一下。哎呀，鹏哥说多吃点，你舌头是十八斤了。哎呀，嗯，哎，浑身都十斤了，舌头。螺丝掉下来了，舌头一尖。
好爱听小涛的话。这个一劲使不上呀，你咋弄这个？哎呀，磨脾气，最容易磨脾气。胖哥以前，我第一次见胖哥发火，从来没见过他发火。那次我就在后面走着，我们是在拱这个玉米仓。然后胖哥走着走着，他的伞包我给他打个喇叭，然后他停下。那停个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的时候，越往后脾气上来了，一下停到一个地方，油门踩到底，空草机，高速运转。然后一会儿在车上坐了一会儿，又下来，没办法。你再发脾气人家也好不了，所以说还是耐心的把它收拾，两个人坐到一起收拾，慢慢的把它收拾好啊。有时候你把毛病治好了，一会儿好一会儿犯，然后这个毛病治好了又犯其他的一个毛病，太熬人了。转一下怎么样？ OK 不 OK？ OK 了。攒劲不攒劲？这下了这么大功夫，他在对吧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来，再来一点，来，哇！这是大针，这是火塞，这是刀，就是这火塞过来的时候要推上大针，把这个假东西弄弄的弄成真东西了，人工加工好，把它一装一条就 OK 了。现在黄油一打就开始打包了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和评论，拜拜。